各位叔阿姨哥姐们，对吧？身上还有一点，挪下位置。我看看你们都说啥。阿伟不是对，对阿祖对阿伟确实挺好的。我帮的话就怎么说呢？阿伟在我就帮的话，不是很好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，叔阿姨哥姐们，对吧？咱们哦，谢谢各位叔阿姨哥姐们点赞已经点到30000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哎，其实也还好。对，我在露天大坝上好一点，然后后面是吧？露天大坝挺好的。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。啊？干什么？嗯，来过来，你坐，我给你拿凳子。呀，我拿凳子。是啊，叫我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大晚上的，真的是我直接无语了啊，哥姐们，真的是干什么嘛？烦死了。然后你带说了给你带吃的就给你带吃的。哪里啊？你看，就一桶泡面。对呀，方便面也是吃的呀。我以为是什么呢？真的是才一桶泡面，真的是。你叫我干什么嘛？主要就是我想叫你下来了解一些情况。你昨天有没有去找那个小姐姐？啊？你有没有去找那个小姐姐？我找她干什么嘛？我没有。没有。是，哼。啊。不是，我发现你也是啊，你在家，在，我拿远一点，大家都能看见我们。你在家欺负你姐，出门欺负别人，也是欺负上瘾了，是吧？我哪里欺负人嘛？明明就是她欺负我。人家那个这么小一个小姐姐，人家怎么可能会欺负你？啊，人家怎么可能会欺负你？她没有欺负我吗？人家怎么可能欺负你？他在路边这样子他推我，又这样踩我，知道吧？你以为那你现在踩我呢？我想问你现在踩我呢怎么算？是不是我像他像你这样我骂你呢？哼，你现在这样子踩我，我现在 我这样，哎，我现在是示范给你看呀。那你哎，示范给我看你踩了我呀。但是我是不是要说，哎，你踩了我是不是？然后我也像那个小姐姐一样骂你呢？对吧？我再跟你说东西，是不是？哎，出门在外，人家撞着你一下也好嘛，对不对？你退一步嘛，是不是？你格局打开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撞了嘛就撞了嘛，你为什么要去欺负人家？我哪里欺负人家了吗？还没欺负人家。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觉得他今天有没有欺负那个小姐姐？啊，就我发的那个视频。叔阿姨哥姐们，就是他一直在路边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是坏人，知道吧？我才是好人，他一直这样子打我，这样子打我。来，哪打你？你再示范一下，你再示范一下，好吧？我说他这样子推我，打你呢？又这样子踩我。你刚刚不是还有个这个动作吗？怎么打？对呀，他就是这样打的呀。你打重一点嘛，你打重一点，好吧？为什么要打重一点？不是，就是你示范嘛，也要示范重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打重一点。我为什么要示范？我不想示范了，怎么了嘛？啊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真的是。不，你可以示范，你也可以打重一点。那个是坏人，你可不要去找他，知道不？他还这样子拔我头发。怎样拔的？这样子拔的。我试试，是不是？不用试。我来试试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你试一下。是不是这是拔的？对，他就是这样子欺负我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很坏的。是吧，这个姐妹，你们。嗯，还有你改变一下你自己好不好？你不要在家欺负你姐了。为什么要改变？我就像我自己。还有你能不能改一下你的脾气？别老是动不动就骂人啊！人家走在公路上，你都能去招人家。没有，是他欺负我的。人家怎么欺负你？一个弱女子，人家怎么可能欺负你？你也是。他怎么可能不欺负我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对不对？他就是欺负我的，知道吗？叔阿姨哥姐们，你说这种人是不是？出门就欺负人，这样。
没有，知道吧，哥姐们？你说没有啊？我们说阿姨哥姐们，我想跟阿姨玩个游戏，有没有支持的？支持的，打在公屏上。你跟我玩有什么什么游戏？你配得上阿姨吗？啊？你还配跟我玩游戏？笑死了！你看，都说支持，那我们玩吧，剪刀石头布。来嘛。输了的弹耳光包。来呗，来呗。输了弹耳光包。就这样。靠钉棍儿。不行，不行。那就玩一局。就玩一局。输了就一局弹哪个班，一局就是这样敲的，我输了我的认。来嘛，来说阿姨哥姐们支持阿灿的打波支持好不好？来石头，哎哪有你这样的，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哎你看对不对，说阿姨哥姐们赢了，要什么条件啊？条件就是弹耳光波，我帮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出口气。来嘛，你我来弹。叔阿姨哥姐们看好了。哇，好痛啊！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叔阿姨哥姐们，他打懵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，阿川？你不能这么欺负人的吧？你打懵了，真的是，我直接无语了。你什么意思嘛？哎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太烦了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你更烦呀、啊、你。我直接无语了，我跟你讲，我都不想跟你说话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样这么欺负我？说一个就没。这这么打我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嘛？你这样真的是太烦了。首先第一点。还向着别人欺负我，你。我打别人不是，我打你，我只想跟你说一声，出门对不对？要交朋友，不是去欺负朋友。我没有欺负，好吧？那你在那欺负的吗？那你在公司欺负人家干嘛？那是他先踩我的，先这样子，打弄我了呀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要欺负人家啊？我那样说你，你都不走。我凭什么要走？他都不跟我道歉。到底是你欺负他还是他欺负你？那人家给你道歉。他欺负我呀。人家怎么欺负你了？人家一个瘦瘦的女孩子，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姐姐，啊！哼，不想跟你说话，真是太烦。来，我们两个再来。哼，不信我就打不赢。什么意思嘛？又赢了，叔阿姨哥姐们，又赢了，我又赢了。哼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不会给你打了。来，再来一把，三局两胜。这样子石头剪刀布这样子吧、啊、石头剪刀布的嘛、嗯、石头剪刀布哎，最后一局来石头剪刀布布来来来过来过来，叔姐们三局两胜我输了，痛不痛？红了，输了一个姐妹，你们看没？看见没？红了，他下手太黑了。什么意思嘛？哎，你刚才打我的时候，输了一个姐妹太黑了，这下手我不想跟我玩了。你们看这下手红了，看没？看没？红了，输了一个姐妹。红了。看没？输了一个姐妹，看没？红了哇！来，再来。下手也太黑了吧！来，不跟你玩了，不跟你玩了。你看，输了一个姐妹，看见没？阿正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刷一个姐妹还来不来？来的可不可以，好不好？你看见没？红了，报仇，报仇是吧？来嘛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你不要出那么慢，一局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刷一个姐妹。打重点的科波一好不好？科波一好不好？你怎么打轻一点啊、哦？打重点的科波一好不好？刷一个姐妹，打重点的科波一好不好？你看，刚刚他给我打红了，看没？刷一个姐妹，直接给我打红了。看这么多刷一个姐妹，
因为我怕你们来。解不解气，叔阿姨哥姐们？解不解气？我就问叔阿姨哥姐们，解不解气？我操！怎么这么痛？解不解气，叔阿姨哥姐们？解气的打一波解气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们两个再来。都知道不？再来。都知道不？玩赖哦！我赢了啊！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什么意思嘛？川，真的是，我不想跟他打了，川。